取缔一名男子疑似酒驾又没戴安全帽，结果他呢是一看到远景马上看到就跑，警方一路跟到了他的男子家中，却跟他的太太发生了肢体拉扯。这名太太呢还反告远景触碰胸部，现在演变成了警民互控。而同样在彰化呢，也有因为一名男子酒驾却耍赖不肯认错。